即马即马处理好啊，水目滚啊，会当甲迄落甲下落。好，即马白白起哩，哇，四只拄啊好呢，甲拄啊好。啊，再等下再卡，等下最后一分钟再来放。哦，这卡卡算卡紧的对吗？干那两年啊。嗯。啊，这肉较久。系啊。啊，这爱偌久？拢总是十分钟啦。嗯、啊，迄、那个对了，最后九分钟的时候再来放伊嘞。最后一分钟啦。嘿。到九分钟的时候，啊，过来再另外爱放姜片来甲切切。去腥味。嘿。来烤嘛，伊吧，它袂伊个蒸发。姜片切好啊，好无？再甲伊砍下，甲伊保护伊个卵啊，因为卵惊吹吹了伤大，无好食。伊主要在吹啊久个，要吹伊个肉吹好尔，吹好较熟个。像咱去食板豆迄种红金米糕，拢都拢足定个，伊个。伊拢吹足久个，伊照咧吹啊。系啊，伊个卵拢定酷酷啊。吓，还无啊好食啊！清蒸就是爱迄、那个，来甲砍，还顺便去腥。好，即马拄啊才一点半，哎，九分钟才过来加淋酒，搁淋伊个壳。好，像安尼。啊，火切得较细一点啦，莫互伤大，惊伊伤猛，水着直接滚大。啊你拄啊下骹个水用偌济？啊，酌量啊，莫滚大以为准啊。哦，好啦。即马九分啊。哦，有够香个。香滚滚哦！啊，水这个爆起来，嗯。嘿啊，我爆起来，无可以嘛，滚滚大，搁一分钟尔，嘿啊，免下伤济啊。嗯，啊，黑了，凊彩找所在来加黑。嗯，咻咻咻。嗯，来来来，米酒。大概是四五十 CC 啦，的酌量啊，其实的都用得着啦。那个胖。来看下，搁一分钟就好啦。嗯。哎，一分钟再。一分钟，紧紧啊！等下搁来看卖。好，今嘛搁一分钟啊。哦，有哦，你不泡啊，你滚啊呢？滚起来。哦，再看卖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再看卖啊！还嫩，我也很嫩哦。较嫩，你看，个短短的，先放下啦。个短短的，你嘛先来摕出来，但迄下骹爱切啦，伊个精华呢？但你下骹甲切对半，无我倒安尼要煎，无好食啊。会啊，爱切啦。悄悄倒了啦，我再弄下底下，啊，这个姜片先啊摕起，伊姜片会当淡掉个，还是要再继续嘞？因为这家用的嘛较软软，无加吹哦伤烧。好，即马来摕来切，先来切一只看卖，看下切。烧嘞！你要对半吗？有诶是讲切三节啦。你等下切这条。因为遐细只无得对半脱。你毋是切直诶吗？你安尼横诶。会啊，本来切横诶啊。切直诶无好用嘛。你看安尼伊就有空隙。啊、来切一只，等下切出来再摆盘。安尼，最后再来看看。遐去两只无食，我知。好，安尼，先安尼，先甲遐两只摆起。好，即摆甲切好啊，来甲摆起哩。四只，哦，四大天王，个也姜片。姜片爱用啊，姜不是讲无。无，
应该无免啦，免啦，我就也卡。卡起起去啊！别摆了，应该真嫩，再来试一下。酱汁，这只嘿，酱汁个个难去收啦。干啦，伫个内底有精华、精华、够酒、汤头，真嫩。伊一卡肉够嫩嘞。好，上菜啊。即摆因为螃蟹伊较冷啦，所以拢爱用一个汤。糖醋姜汁算是会姜会是较袂啊冷啊，你姜较热性啊，综合伊的寒性、啊。你像迄板刀，迄啥米糕嘛有啊。米糕伊有姜啊，姜多嘛有用姜啊。啊个即卖你搁用醋落，卖像我嘛是会当较去腥啊。啊伊要匀要匀拢会重，你若要食较原味，会当无匀。无匀啊，啊有的人要匀嘛是用钱。伊嘛是拢一盘迄落啊，拢有一个一碗迄落糖醋汁啊。迄是清蒸的，较有吧？你若是迄种米糕，清蒸较有啦。嘿啊。咱咧姜，若咧抹姜的嘛，只能用抹的啦。啊，我这是即马无用咧抹，我就用切的，切落较细有无？那细细的，再改刀。人咧食迄种番茄，敢咪嘛用这個？嘿啊，啊个迄就是同款啊，就是姜啊，啊个来准备一碗，啊个有个人用乌醋，有个人用白醋，拢会同。啊，大部分我看拢用白醋较济，就安尼大约。好啊，免伤济啦，迄有个人袂爱混诶。啊，再来放糖落，听我讲话。再来放糖。酌量就是大概椰醋的五分之一啦，那是五大匙，啊，跟五大匙都多吧，就五分之一啦，你得、就是，我因为你那是伊个糖伤多吼，会伤甜，也影响伊的口感。你若伤甜，伊就无爱到尝到那个原味，伊的迄个鲜味啊。啊，所以袂当伤甜啊，大概有小块酸味、酸味啊，就好。啊，无你咪当先，免大家拢匀啊，你都食一个啊就无匀嘞。嗯。啊，佮食食因为有匀嘞，因为迄醋较酸。嗯。啊，所以用糖中和啊。好，紧嘞，紧嘞，紧嘞。来，姜汤啊，姜干是我想整。你不要下一输啊。我猜，反正吃了。你若感觉要食较甜的，当糖糖的，咱用较济，算你家己我食甜味道。嗯，安尼应该够，袂当较甜一点。好啊好啊，来试吃。酱了。好。你咧？